后面一个问题，就是听到啊，盈科法师因恐堕地狱，发心念佛三日往生。弟子自知身处花花世界中，绝无定力，于效仿此人，应如何做呢？你才16岁，你也没有出家。你如果念个几天佛就往生了，会吓得这个世界上人不敢念佛了，不能念佛了。这一念，你看看，啊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你一个人是往生了，是叫千千万万人都不敢念佛，都不能往生了。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？盈科法师那个事情是对的，是出家人，而且出家时间很久，出家不守清规，常常破戒犯规，做一些不善的事情，那是自己烦恼习气太重，在出家里面做这个事情，这是正确的，所以一定要想想自己现前的身份，自己现前的生活环境、修学环境，哪一个时候你能学盈科吗？这个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想到。那盈科给我们做了一个证明，《弥陀经》上说的，若一日到若七日，能往生。他做了这个事情。黄忠昌给我们的实验的是3年。这个就是过去曾经很多人问过我，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往生传》里面，很多人念佛了。3年5年就往生，所以有很多读过这些书的人问我，他说他们是不是刚刚好只有3年寿命，5年寿命念的时候就到了，我想如果是1、2个人或者可能，有这种状况，说那么多人念佛了，这不可能。绝对不是这个情形，那应该是怎么讲法呢？他有寿命，他念佛功夫到了，他不要，这个才能讲得通，不愿意留在这个世界，如果功夫成就了，那个愿不愿意留在世间，也不是他自己意思，因为这个欲知实知自在往生的，我们很清楚很明了，功夫成片上品就得自在，就可以自己做主了，功夫成片之后要不要住在世间呢？看这个世间的发愿，如果众生跟你有缘，有缘就是你讲经说法他相信，他能听得进去，他能依教奉行，这就是有缘，那你一定要帮助他，如果说没有缘的，你纵然好心劝他，他不相信，他对你没有信心，就没有缘，没有缘就可以去，有缘呢总要多带几个人去嘛，这是一定道理嘛，缘有浅有深，善根呢有厚有薄，这个里头状况都不一样啊，当然最重要的
善根深厚，缘也深厚。啊，这一生遇到你了，他一定得度。啊，肯定是往生的。啊，劝一个往生呢，就是帮助一个人做佛了。这个大慈菩萨，偈子里面说得很清楚啊。这是好事情啊。那么善根不够深度，要帮他提升。啊，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呢？那个不一定。啊，总而言之，在这一生当中，他善根提升了。啊，没有善根，跟你有缘。你要给他做佛法的种子。啊，所谓是业力耳根，永为道种啊！啊，这是好事情啊！那么今天你看到这个花花世界，花花世界很可怜呢、啊。民国初年，苏曼珠讲啊，这个世界是悲惨世界呀！啊，他跟我们距离差不多将近一个世纪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跟一个世纪以前来比呀，那就更凄惨、更可怜。啊，所以最难得的，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觉悟。要回头，要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来帮助苦难众生。那时候帮助学释迦牟尼佛，我没有智慧，我也没有福报，我用什么帮助？佛告诉我们。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啊，这一句话换一句话讲，你我他跟佛的福报是平等的，智慧也是平等的。啊，为什么说没有智慧、没有福报去帮助众生呢？有啊，有不能现前。不能现前是自己有业障啊，你只要把业障放下，你的智慧福报就现前了。那这个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大家啊，放下对一切人事物的执着，你就小悟了啊，那个小悟智慧也超过人间天上啊，在佛法讲你得正觉啊，这什么人？阿罗汉毗之佛啊，只要你自己肯放下啊，正觉是本有的啊，福报也是本有的，你能放下分别，你就是菩萨啊！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大乘教里常讲啊，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啊，那一念彻底放下。古人有例子啊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就是好榜样。他24岁，彻底放下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那一年是24岁。啊，他能做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啊，做不到的原因没有别的，贪念五欲六尘，所以你做不到啊。你能够把五欲六尘看清楚了，看穿了，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
你就不会贪了。如果你把因果看清楚了，你就会知道啊，这个贪嗔痴慢不是好东西，肯定要遭来生的恶报。你还敢吗？所以因果教育虽然不能带人到彻悟，它给人很大的警觉性，叫你起心动念都是业，那造作就更严重了。这个事情《了凡四训》里面都有。所以因果教育在现前这个世间里非常重要，印光大师给我们做的实现，他老人家一生可以说是全心全力在提倡因果教育，所以我们把这个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都想把它做成电视剧，用电视剧的方法来弘扬因果教育，让大家觉悟。你现在用别的劝导他，他不相信，很难接受。你讲到报应，他看到这个事情他会害怕，所以人生在世要确定方向目标，真正能放得下，往生就有把握，往生没有把握的时候，还是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，不能一刀两断。真能放下，什么障碍都没有了。无论做什么事业，都会圆满成就。为什么呢？不为自己，为社会，为众生。做成功了，众生有福；做不成功呢，众生没福，与我无关嘛。你说你多自在？有了我在里面呢，就不自在。你就有得失，就有好恶，那么这就造业了。无我不造业，无我所修的这佛法讲叫净业。那佛都劝勉我们，在这个世间的时候，要学像菩萨一样做净业，不造染恶业，这就对了。断恶修善，不为自己，为别人，为自己要做得很认真，为别人做好榜样，用这个身启发别人，身教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这大功德了，做样子给人。学佛菩萨，这就对了。下面是香港同学提问，有四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如果感觉自己的身体虚弱，似乎有被附体的倾向，应该以什么态度面对？身体虚弱就是
灵鬼附身的语言。啊，灵鬼附身就找这种人，身体强壮，阳气很盛，灵鬼看到你得躲三分，不敢接近你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身体的照顾啊，很重要。啊，这个身体上的照顾，身体与精神有密切的关系。啊，那么精神跟思想又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人要常常保持着正念、善念。这个正念、善念的，哎，阳气就充分。啊，如果这个妄念很多，杂念很多，身体很虚弱，鬼神往往就找到你了。啊，但是找到你呀，还是跟你有缘的，没有缘他不敢，啊，他不敢附体，他这个附体好像也等于也需要啊，鬼神的上司批准。啊，跟他没有缘的话，上司不同意不可以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鬼神附体还是有缘分的。啊，那么有这种倾向，啊，好像还没有真的被附。就是有这么一点感应的，这个时候好办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时时刻刻保持正念，啊，每一天诵经念佛，养自己的正气，啊，念念呢多为苦难众生想，不要想自己。啊，想自己啊，不顾别人，这个念头是最不好的。啊，这个会消耗啊很大的能量。啊，念念为别人着想，不想自己的时候，那个能量向自己补充，啊，自己能获得很大的能量，而不会散失去。啊，那么你心理健康决定影响到身体。啊，所以你看山西小院，啊，这我跟诸位报告也很清楚。啊，为什么绝症？哎，念佛居然就念好了，而且不是一个人，啊，他有40个人，这就不是偶然的。啊，一两个可能是偶然，40个人绝对不是偶然。那么在中国大陆像这种例子还很多，啊，我就劝他们继续去采访，啊，那就是什么，他们已经医生宣布这个病已经不能治了，啊，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啊，等死。在这种情形之下呢，他才真的把一切都放下了。因为知道寿命不长了吗？医生讲你这寿命只有3个月了，那想想那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？真放下了。那个念佛求生净土的心恳切，为什么会念好了呢？他寿命没尽嘛，还有寿命吗？哎，他又没有想的时候，我有寿命也不要了，他没有这个念头嘛，哎，所以他就念好了，哎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如果他寿命刚好到的时候，那念的时候就走了，啊，他寿命没到，啊，还有寿命，啊，那这是好事情啊，给我们大众做了个示范，啊，让大家明白。啊，这个明白当中有个很重要的道理，就是意念呢可以治百病。
现在这个生理学啊，跟我们说明人为什么会生病。你里面的细胞染上了病毒啊，细胞本来是正常的，现在变成带了病毒的细胞，那这种细胞多了你就生病了。那重要器官里面如果说病毒细胞多的话，那真就要命了啊。药物无非也是把这个细胞的病毒啊把它化解，中医讲化毒啊，啊，这个西医讲消毒啊，消毒的心很狠啊，消灭掉。那个一消灭的时候，坏的细胞是病毒的细胞是消灭了，好的细胞也同时都消灭了，啊，所以这就产生了副作用，啊，副作用就是这么个道理，啊，好的坏的全部杀掉。就这个不是办法，那中医的时候是要把它恢复正常，啊，把带着病毒的细胞啊，希望它恢复正常，啊，去中国用的药物啊，缓和，啊，那你真正要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意念把这个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啊，是最有效的，而且是一丝毫副作用没有。那佛告诉我们，我们里面的一般凡夫有贪嗔痴慢，贪嗔痴慢叫三毒啊，这哪个人身体里都没有毒呢？啊，不过有轻重的差别。如果贪嗔痴慢的时候，那个问题很重很严重，外面的病毒的时候很容易感染。如果你心地清净，啊。这个内里面的三毒烦恼很轻，外面纵然有病毒很不容易感染，那道理在此地吗？啊，那我们如果感染了就努力修善，断卧修善，让自己恢复清净心，里面病毒的细胞啊它就恢复正常啊，恢复正常病就没有了。善系小院念佛就这个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啊，啊，所以一定要懂啊。他们用真诚心念，用清净心念，啊，所以这学佛的人家感应，佛菩萨感应啊，佛菩萨加持啊，佛菩萨怎么感应怎么加持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晓得哦，我们依照佛菩萨教诲去做就是佛加持啊，就是佛保佑啊。那么佛教我们一定是用真诚清净平等心啊，那真诚清净平等心这个意念就把这个病毒的细胞啊化解了，恢复正常啊。到最后还是自己度自己啊，但是方法呢是佛教导的啊，这是真的啊。只要自己身心健康，这个附体这个疑虑就没有了啊，你就不会觉得有这个被附体的倾向。第二个问题，对于这些附体的众生应如何与他沟通化解？那这是已经被这些灵鬼附身，在最近这几年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很多啊，很难令人想象的，一个人身上啊能住100多个灵鬼，很可怕的现象啊！
所以我们就是痛苦不堪的，因为那个灵鬼的性情不一样嘛，他并不一致嘛，这个要这样那样的，于是你多麻烦。我们看到真是他那个表情的时候苦不堪言。你就化解这一部分听的那一部分不听。你说跟这100多个众生相处多困难。好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他还有带头的。他好像有组织的，他有头，有的有头的。但是他有不少，有5、6个带头的。真的要把他摆平，要劝导他。好在这些灵鬼自己也晓得。要让这个人受罪呀、他们自己也觉得是不应该的。但是怎么样出去。这灵鬼想出去他出不去。为什么出去？他个人太紧张了。他一紧张等于说把所有的通道全部关闭了，闭塞了，出不去。所以给我们说，只要他能够放轻松，他们就有机会出去。一紧张的时候 就通道立刻就堵住了。所以要跟他合作，要跟他沟通，要跟他化解。大多数都是与这个背附体的人有这四种关系，就是叫抱怨呢、讨债，有这些关系。那你一定像念佛、诵经、拜忏，要自己拜，把这功德回向给他，大多数都能接受。可是你一定要跟他定期限。你比如说我在1个月30天之中，我每一天送1部地藏经，用30部地藏经回向给你。有的时候他接受了。到1个月之后他就走了。或者是念佛号。我每天念几千声，念10000声佛号，专门为他念的，他才能够得到利益。那么还有要求的，他想找地方修行，没地方去，我们可以给他介绍。让他离开友好地方去，他也会走。这些方法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所以一定要问他，鬼神附身要问他，你从哪里来的？你是什么人？哪一道来的？你来有什么目的？有什么要求？我们能满足他，那就好。一般呢都能够说得出来。第三个问题就是在念佛堂念佛，如果感到极度疲倦，是否继续坚持，或者做充分休息，让自己在良好精神体力下用功。过去地贤老和尚叫锅炉匠，诸位都知道，锅炉匠念佛3年，站着往生，那非常难得了，太殊胜了。他也是欲知时至，他也是有寿命不要了，舍弃掉的。那么他教的方法好啊，这非常适合于现代人修行。念累了就休息，什么时候念累，什么时候休息。让你身心都没有压力，休息好了接着就干，这样就叫不休息，就叫做不间断。
因为你没有这个精神，没有体力啊，你不能不中断，而且生烦恼。啊，所以地老法师这个方法确实善巧方便的。啊，无论对男女老少、各行各业都有利益。啊，那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如果我们的工作不是用脑力的，不是用脑的，是用体力的，佛号都可以不间断，一面做工，心里面呢，这个念佛，啊，不要念出声音，啊，什么事情照样干，啊，要用思考，那就不能够放下，啊，但是在不用思考的时候，你佛号能想得起来，时时刻刻能提得起来，好事情。决定不要勉强，啊，这个勉强很不好，啊，我在早年没有出家之前，啊，做居士，跟灿云法师住茅棚，啊，那个时候茅棚很辛苦，啊，是真正的茅棚。四周围的墙是竹篱笆编的，啊，糊上一点水泥，啊，遮蔽风雨，上面盖的是茅草，这名副其实的茅棚，啊，那山上呢没有电，啊，所以晚上睡觉就睡得很早，啊，晚上我们8点钟就睡觉，啊，早睡呀一定起来的早。2点钟起床，啊，我跟他过了半年这样的生活，啊，感觉的也很舒服，啊，早课的时候点一支小蜡烛，啊，当然不能看书，啊，那叫灯光如豆啊，啊，5个人住茅棚，早课就是拜佛，那很好的运动，2点钟起来。拜2个小时佛，啊，那他老人家也很好，个人拜个人，也不计变数，啊，有人拜得快，有人拜得很慢，啊，所以他不敲银磬，敲银磬大家一样起，同时起来，同时拜，那个体力强的觉得你太慢了，那身体衰弱的是你太快了，都让人生烦恼。他这个个人自己拜个人的时候，这不生烦恼，那这个好方法好。啊，那么到天亮的时候，这个阳光出来之后，我们就大家在一起做一个共同的早课，就是三皈依，大概三皈依。啊，平常诵经呢，那个人是做个人自己。啊，那时候我在山上最年轻，我31岁。啊，3个出家人，还有一个老居士，69岁的。啊，所以当然我要照顾大家的生活，所以我在山上做义工，啊，烧饭、洗衣服，我替他们干的。啊，这个清洁环境都是我做，对，这修福啊，啊，那些福报的基础啊，是从那里修的。啊，所以。这个初进佛门5年学戒，就是为常住工作修福啊，福慧双修啊，福在前慧在后啊，啊，你没有福报，那一天福报享完了怎么办啊，所以一定先修福报啊，所以早睡早起的确对这个身体养身体就好了啊，所以我看到这个北京这个刘教授那篇文章呢，我想你们大家都看，我有很大的感触，我离开茅棚之后嘛，就没有再像那样的规律的生活，就没有啊，
也就跟李老师学教吧，常常晚上搞到一两点钟，有的时候到天亮的不晓得睡觉。但是身体很好，我想的是，那个半年的训练呢，非常重要。早睡早起，参云法师大我一轮，我读书徒弟大我一轮，今年92岁，还在呀。他这个年轻的时候身体不好啊，那是个药罐子，他的房间里面是药瓶的时候，大大光光，就总摆了几十瓶。能活这么大年岁，所以我想想是什么原因呢？早睡早起，非常有道理。晚上8点钟睡觉，早晨。我想现在不会2点钟起来，应该在3、4点钟就起来了，这肯定的。所以养生之道，好的睡眠比什么都重要。可不能疏忽。这个子午觉很重要。就是子时，晚上11点到1点，最重要的时间。你能够在10点钟以前睡觉，工作再多的时候，把它移到早晨。我现在晚上就是10点钟睡觉，很好，养成习惯。我早晨4点钟起床。你看4点，早晨吃早饭，这个是8点钟吃早饭。4个小时做很多事情，又很清静，又没有人打搅，主要的功课都是在这4个小时完成的。第四个问题，他说弟子从事于电影制作总监的行业，在请教下面有4个小问题啊。第一个是电影业对众生的影响，说弟子虽只负责制作，是否认需负全部的因果责任？是，一点没错。我早年在台湾讲经，我们的图书馆。精美图书馆不远的地方呢，就是一个新闻学校，世界新新闻专科学校，那里面就有学电影的同学来听经，我就劝他改行，绝对不是个好的行业，你电影是教化众生的。如果你演的内容是杀盗淫妄、暴力色情，你把这个人教坏了，这个国报肯定是阿鼻地狱。为什么干这种行业？所以这个是不善的行业。要避免。第二，他弟子曾赞成制作《大话西游》一篇，因牵涉唐三藏，请问因果为如何？这因果你要去找唐三藏。这个片子看你从哪个角度上去观察。娱乐性的这个电影。有过失，你会误导别人对于佛法的认知，那这个罪过就很重。如果要真正去拍玄奘大师的传记，那很好，
啊，那是个正面。你了解他的生平，啊，了解他到印度，这个修学，啊，取经的经过，回来之后翻译，啊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，啊，对于佛法这个正法的宣扬，那这是好事情。啊，这个是有功德，不但没有过失，有功德。啊，所以电影本身没有善恶，啊，就是看编制的人，啊，你怎样去引导社会大众，啊，你是向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，这个要背因果责任。第三呢，就是我是否应转行，避免在许多无法控制的因素下造更重的业，完全正确。啊，如果你们同行的有这么高的警觉，啊，这志同道合的，你们可以另外组这个公司，专门去派因果报应的这个，哎，我想这个也会很受欢迎，啊，这是好事情啊。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，啊，这样的故事，佛经上很多。啊，这个中国古籍里头也非常多，啊，都是讲因果报应。啊，把这个搬上舞台，啊，也不必做连续剧，啊，做短片，啊，这个顶多两片，啊，像以前我看到这个光碟，就《聊斋志异》有人拍过，都是短片，啊，最长的是两片，普通都是一片。《聊斋》里头也是讲因果报应啊，啊，所以中国古时候啊，这些文学作品啊，大多数呢还都能够遵守夫子的指导原则，啊，孔夫子指导原则就三个字：思无邪。那让你看了之后啊，不会引起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思想。那这就是好的，好的作品，有益于世道人心，这真正的提倡了因果的教育。啊，如果能由志同道合组成一个公司，专门向这个方向去走啊，那是无量功德，啊，那是银具界里面的菩萨。啊，行行都可以修行成佛。啊，银具界不例外呀，啊！啊，就是看你怎么个做法。嗯，第四，末后一条，他说：“我希望啊，收集现代英国案例，制作成光碟，啊，效法你老，不用版权，免费流通，请问是否可行？可行。啊，那这个就是真正是菩萨事业，啊，真正是大慈大悲。”普度众生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版权，啊，版权这个概念，不知道是什么人发明的，啊，发明这个人呢，肯定在地狱，永不翻身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世界哪一天没有版权了，它就能出来；只要有人还拥有版权，它就出不来。哎，不过这个里头有善有恶，如果恶的事情呢，嗯，版权控制是不让这个恶扩张啊，这是好事情。那如果是善的时候，那个版权所有的话，善不能流通的话，这个罪恶就大了。哎，那就非常严重了。
所以你看中国自古以来没听说有版权所有这种字样啊，古书都是欢迎翻译，功德无量啊，好书吗？好事吗？啊，希望人人都能学到啊。那么现在好的东西全都有版权啊，这个就对之对我对于我们限制就非常之大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在讲呢，是微不足道啊，默默无闻啊。啊，我一生到现在80岁了，这孤家寡人一个啊。我身边连照顾我的人都没有啊。啊，我住的这个房子，你们知道，陈老太太的，这层楼是她捐助的。啊，她那个房子不是送给我的，借给我住的。啊，所有权是她的。实用权是我的，他就给我一把钥匙开门就行了啊，所以里面一切这是税金啊，啊，电话水电费都是他交，我都不知道，所以住得很快乐很幸福，是吧？一点心都不要操，是吧？什么都没有啊。你看奖金这么多年，我常常讲啊，我奖金没有学生啊，奖金没听众啊，教学没有学生，都在摄影棚啊。啊，所以过一生呢，清净自在的生活，可是法缘很殊胜，走在全世界啊，全世界法缘的很殊胜啊，所以有很多法师很羡慕，来问我。法师，你这个法缘为什么这么兴盛？很简单呢，没有版权，大家随便流通，随便去翻译，没有版权，所以就流传得很广。啊，有些法师他们的著作后头版权所有翻译比较，没有人敢碰他的。啊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那你自己想想，还是要版权好，还是不要版权好呢？啊，要版权，你的东西是商品。啊，你的那个利益了，马上就得到，那书卖给人家，你钱就拿到手了。啊，这个果报你就收了，后面就没有了。如果没有版权的话，后富无穷啊！就这些人不懂这个道理。这并不很高深呐，啊，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有，要了反而没有，啊，所以说不能把自己的东西当作商品去卖掉啊，啊，这大错特错，啊，现在居然有些人胆大妄为，把释迦牟尼佛的大藏经。他印出来也版权所有，翻译比较这个罪可重了啊！这盗版的，释迦牟尼佛这些你怎么可以盗版？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就是免没有版权免费流通的，真的是无量功德，尤其是因果报应的这些书善书。经论善书，啊，包括这些光碟，啊，要是有这么一个公司专门来拍摄这些，短剧，啊，这个没有版权的流通啊，我相信是无量功德，啊，将来会真正发大财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就讲到此。